彩泉2015年的尾巴，唱女十年后李宇春、张靓颖就比唱合体了。我逍遥哥哥又再次唱起了六月的约，让十年前还是小 baby 的本老也陷入了深深的回忆里。2006年1月2号，古装情景喜剧《武林外传》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档首播。十年后，同福客栈虽已落满灰尘，但它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饮品记忆。2016年1月2号，姚晨更新微博，十年一觉武林梦，并晒出了一张当年的剧照。随后严厉评论，还是江湖梦中人。沙溢则是抛出了5张剧照表示怀念。秀才玉恩泰找出了十年前所写的关于《武林外传》的一切，用那质朴的文字表示对《武林外传》的纪念。剧迷们更是在微博上玩起了回忆杀，我也表示一直以为会有第二部，结果十年了还是没有等到。芒果老兄们，导演是时候把下巴之回还给我们了。报道。